有吗？你听得到声音怎么样？我是让大家讲。咿呀，哎，那会有点暗。我的声音，然后音乐声音还好吗？因为我现在是用新的那个 app， 叫就是我现在是用 Streamlabs， 然后我不知道它会不会稳稳的，字超大吗？看那怎么办？那怎么办？很大哦。那我之后再调啦。我这好像不能现在调了，可以现在调吗？这样可以吗？有吗？哎，有吗？嗨，哎，可以吗？有吗？有没有可以跟我说一下音乐怎么样？存在感倍增是怎样？是很大吗？多大啊？我想看哦，白痴哦！有没有人要跟我讲啦？有没有人要跟我讲的意思？嗨，高高日安，企鹅日安，嗨，牛肉嗨，盘子安安，嗨，哦，字真的好大哦。好大，等一下，干白痴哦！哎，你知道我现在在这边看的那个你们的聊天是很小哎，干白痴哦，干白，这是什么啦？超大牛肉，是不是画面没有在动？有吗？可以呀，好。嗨，吹雪日安，猫飞日安，哎，猫飞刚刚是不是订阅？谢谢，谢谢猫飞三个月，海狮拍手法。不好意思破费，忘记退订了哦。哎，它这个完全不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它。我的聊天室在这边呢，我聊天室在这边。那你们等我一下 ，chat box， 我把它移一下。这样有吗？这样子有吗？哎，靠呗，等我一下下哦。这样有吗？嗨，玛丽。可以遮住眼睛，这样子。嗨，小撒日安，小撒日安，你一开你哥就知道了。我哥为什么？猫飞刚刚写了什么话？我没有看到，白痴哦。我看一下哦，我今天要做的是，我今天要做的是这个，哒啦。哇 ，Supreme， 有钱人没有好不好？没有。猫飞说第三只惊讶了，三个月终于可以大声说了，三个月可以生啦，不，三个月可以讲了。有音乐吗？有音乐吗？刚刚猫飞一续订，瑞克的 OBS 就出现了，高速公路，一些哭哦。我看能不能把它移小一点，你们等我一下哦。然后我今天要喝，企鹅说微醺姜饼屋。有人不敢吃那个吗？什么东西？不见了，现在有出来吗？白痴哦，你确定我会有声音啦？对不起。白痴哦，
白痴哦，对不起啊，刚哥，刚哥嗨，三个月真是流产，写考，别开玩笑了 ，Supreme 一件一万，没有没有，这地摊好不好？这杂，这是仿的，我先去回去 Rack 那边笑 KK 了，好，拜拜，好，不要再看我耍智障了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。今天要做这个，然后今天的啤酒是这一瓶，可是我其实还没有查它的那个哎，我完全没有看过这个牌子，我现在是裸喝，就是没有，我没有那个，完全没有找过它这瓶酒，也没有上网做功课，我只是看它的那个标签很漂亮，我就买了，然后它的瓶盖很好看，是这样子，就是一个女巫的样子。对 ，Witchwood Brewery 应该是这样吧？会卡吗？嗨，熊然，哎呀，那我来开一瓶好了，裸喝，高高裸喝，没有，就是你知道裸考就是没看书考。裸喝就是没做功课就喝，应该是可以这样子用的吧？这样用应该可以哈。我调一下聊天室，白痴哦，聊天室白痴哦。我现在用 Streamlabs， 然后感觉还蛮不错的，因为它可以那个。裸喝是不能穿衣服，那我现在要脱吗？那我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，我开玩笑的。哎，五十哎，来个30-28好了。Always show message, hi chatter, hi comment chatbot, hi comment with， 这样应该可以吧？你们看一下，更新一下。哇，巫师啤酒怎么样？这个你们看过吗？有音乐吗？你们有听到音乐吗，诸位？那我现在就事不宜迟，就来喝一下咯。感觉今天有点忙，你知道我那时候还想说我到底要不要啤酒开一个台，然后做姜饼屋开一个台，然后那时候我就问企鹅说你觉得怎么样，然后他就说不用啊，就一起做就好啦，他说干嘛要分开，我就说可是我怕我下一次开台我不知道干什么，我已经绞尽脑汁了你知道吗，那你们看一下我好了，啊，我最近头发留长了，大家还就是，你看本来那么短，本来应该差不多这么短吧，本来这么短，然后那个最近变长了，变成这样子，就会乱翘，很烦。然后昨天剪了眉，不是眉毛，昨天剪了那个头发刘海，我把它剪到这边就好了，然后我就一直修，然后越修越短。刚刚有看到冰肌玉骨的小香旗吗？没有啦，我没有翻开来啦，我穿浅色牛仔裤啦。没有，我只想要它的瓶盖，不行，我有收集瓶盖的习惯，我不给你，好，要负责。后面的兔子一直盯着我看。晚上好，阿猫。可是它不会显示你的那个哎，他们都不会显示你的名字，假如像艇仔，它就只会显示。他的账号假如像 TING， 然后就这样没了。有没有打过招呼？没有，不过没关系。嗨，阿猫。哎，我眉毛今天画好垂哦，怎么办？然后就是这样子。这一瓶酒我不知道，我那时候在想我要买哪一瓶。它的名字叫做 Scarcrow。不对，他叫 Sacco， 不对，他叫什么名字啊？白痴哦！
反正就这样。然后它是 4.7% 酒精浓度，感觉是英国的牌子。然后我看一下它是什么，它没有写，我甚至连它到底是什么都不知道。算了，这次真的是裸喝的，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它是什么酒，希望大家不要介意。可它瓶子很好看，它就是有那个女巫，对，好，喝喝看吧。它颜色长这样，感觉比较深。我是说，如果跟我亲爱的豪格登比的话，卡莉那张床感觉好像很好睡耶，我的棉被超可爱的耶，我自己讲。哦，我觉得是艾尔，可是我不知道是什么艾尔，它比 IPA 再甜一点呢，有点黑糖的味道。眉毛垂，只好绑一个很紧的马尾，是这样子吗？跟你之前去当那个 model 一样。好，然后它的字是白色的哎。应该没关系吧。好啊，那我要开始做那个，各位，眉嘛，烤哦。我现在就是这边有这一盒，卡莉多喝一点。好，对不起，我多喝，不然有点呛。我觉得好喝哎，不枉费我花了100块台币买它，赞。好，我现在开咯，我从 IKEA 买的。虽然圣诞节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要出门，你们圣诞节要去哪里吗？我声音会很小声，或是那个吗？听不太清楚之类的。先拿个。有吗？圣诞节有吗？去哪里？我在想要就是去跟室友或是新室友去个哪里。你觉得垃圾？我后来才发现没有回台中 QQ。 哦，对吼，希尔你要回台中啊，你们要跟朋友出去吗？可是你平安夜有要跟别人出去啊。平安夜你们有没有，就是这个礼拜你们要去哪里？今天星期五， 是我才没朋友。圣诞节温暖桌里， Treasure 你有买暖桌？我那时候在 IKEA 买的时候，我后来才发现他没有付糖粉，所以我昨天请。哦，干，好香哦，好香哦！所以我昨天情急赶快去买了糖粉，然后这感觉是有用的，把它剪开。这个角度可以吗？是有点歪歪的，看人不舒服哎。这样子应该是正的吧？这样是正的吗？好棒哦，暖桌 ，Treasure 你在哪里呀？对不起，现在我是太晚问这个问题了。去宜得利买的，宜得利有暖桌，台湾吗？姜饼屋里面真的有姜吗？它的那个面团里面有姜，怎么样？那你就不敢吃了哎，企鹅，而且里面有，对，有姜。哇，看。白痴哦，我应该去拿个大盘子，我忘记了。它长这样子，它好美哦。姜饼屋里面有住人吗？有，我跟你讲，我盖了一个雪人。各位，我们可爱的雪人，好吗？不觉得它很丑吗？超丑的，它真的很丑，很可爱，你知道吗？
干哥前几天不是抽奖吗？因为他从日本回来，然后有扭蛋，我就看到一个很丑的丑人，有戴面具的，我就说干，这好丑，好想要。结果他一开票之后，发现抽到我。而且他的鼻子是胡萝卜，超可爱的。他等一下会住进我的姜饼屋里面。怎样，企鹅？如果里面有姜的话，你就不敢吃了吗？我去拿大的东西。浮夸，这样就没事了。我好聪明哦，我好聪明哦。丑人卡莉，我懂，干，你才是丑人啦。我觉得这可以放进来。然后呢？等一下，我为什么要做这种那么麻烦的事啊？我不想盖姜饼屋啦，我们来喝酒好不好？我不想盖了。雪人感觉很大只，蛮大只的。它是那个我去 Lush 买的，比例尺的话是比例尺，我不知道拿什么当哎、欸。我的手吗？我的手，比例尺这样，其实还好啦，还好。UQ UQ 啊，像鸭子，哪像？你就像雪人。哇，姜饼屋，嗨喵姬，好久不见。嗨喵姬，晚上好，你好。好，他这里写了你要怎么盖它，然后哎、欸，对，还有日文哎、欸。你觉得我们真的看得懂吗？没关系，反正就是，不要盖了，直接喝酒配饼干逛 Steam。 真的，白痴哦、喔！我在干嘛？身为一个肥宅，我在那边给你们盖姜饼屋，开什么玩笑啊！我当然是要逛 Steam 啊！可是我好像已经逛完了哎、欸，我昨天有。晚上有开，我昨天晚上开，然后在那边逛 Steam。 我是拉高一点那个角度会看起来比较好吗？我有机会看得懂日文的，看懂日文的好厉害哦，可我看不懂，我只能看俄文或是英文的。好，首先他要我们干嘛？在盖之前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内容物有什么。下去了，算了，我盖这边好了。还有一个，它姜饼屋好大哦，它姜饼屋好大哦。今天挑挑拣拣就已经差不多花1000了，真的假的？好多哦，可是我没有在赚钱，所以我不敢买太多。真的有姜的味道哎，就是肉桂的味道。看日文也是好厉害啊，没有啦，没有啊，这没有什么，真的。两个门，它的门的那个屋子的旁边，然后这是什么？这是屋顶，两片屋顶。然后呢？然后，哎，白痴哦，碎掉了啦！白痴啊，退货哦，白痴啊，我的门碎了啦，白痴哦，我要被气死了，不做了，不录了啦，开什么台啊，不要开了啦。然后还有两块，就是这个感觉是烟囱的东西，感觉烟囱应该要先做好。好，把它放在旁边。
白痴哦，嗨嘟嘟，白痴哦，有点血血。然后呢，他有教我，今天的糖果有这些，我没有买很多，就是一些那个 Skittles 跟小熊软糖，不是正版的啦，正版的哈利波太贵了。然后还有一些可乐糖，我刚刚其实还可乐糖应该还要再更多，可是我刚刚不小心就是在倒的时候就把它吃掉一个了。对，为什么卡莉在玩食物？哪有用糖霜粘起来就装饰一下挡一下，好啊，可是我就想要它很完整，我不想要这样粘起来，因为这样粘起来糖霜就一定会看到白白的。嗨，你那把雪人拿挡门啊，好，还有卡莉怎么那么瘦？你这些日子怎么了？啊，有吗？有很瘦吗？黄黄的小熊软糖吗？你说这个吗？哎，我也超喜欢的哎，我还喜欢绿色的，我最讨厌橘子口味的，这个橘子口味我最讨厌，我都拿去给室友吃，我说我不要吃这个，你自己吃就好了。幸好他不在。好，首先我们要来做糖霜。糖霜就是等一下啦，我电脑放掉了。等一下啦，白痴哦，红色橘色我都讨厌，我讨厌橘子，我讨厌橘色的，红色我还好。卡莉都用生命之水赋予小熊生命，没有，都直接自己喝。我这边有查他官网上 IKEA 的官网上有教你怎么做那个糖霜。首先呢，他说要200克的糖粉，所以我有买糖粉，然后他一包应该我应该去量一下吧。哎呀，你看，看到吗？卡莉耶，没有，这应该是那个卡萨克之类的。你讨厌橘子，忘去桌上的八颗橘子。你怎么知道我不想八颗橘子？没有，我没有讨厌橘子，我是不喜欢橘子口味的小熊软糖。我就很怪啊！哎，我想绑头发，大概泡个72小时之后就可以让卡莉充满生命，企鹅小时。橘子口味，我现在就在喝柑橘口味的 IPA 耶！我没有讨厌橘子，真的没有，我是不喜欢橘子口味的小熊软糖。直接自己喝。S3，你什么时候有订阅我啊？嗨S3，圣诞节快乐！你们这礼拜有要干嘛吗？他要我倒200克的，然后我这一包是烤鸭。我这包只有150克啊，白痴哦！算了，白痴哦，我这包只有150克。终于，看起来好好吃哦！要拿那个鼻子这样子，那我就只好这样倒啦、啊。我可能醋还是什么加少一点就可以了吧？听说要粘一点比较好，比较会粘。绑超紧马尾，直接炼丹送粘，不行。好，150克，本来是要200克啦，但是算了啦，没关系。然后再喝一口酒，然后一颗白蛋白，对不起，蛋白，然后再5ml的柠檬汁或者是醋。等一下，
五梦是多少啊？五梦是多少啊？你最好这边有个五梦，五梦大概是一小匙，一茶匙。就我偷看一下我自己，现在漂不漂亮？有吗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好丑。好，然后喝一口卡利，吸一口卡利，太稀了。加生命之水做糖霜，不要啦。那我倒了哦，蛋白。这个这样子真的会好吃吗？好奇怪哦，我会不会做错？然后他说，好像，怎么办？这样真的会好吃吗？我忘记买酒，妮娜，你想要买什么酒？这不就是酒品芝麻官的那一幕吗？一斤砒霜加半斤糖水，白痴哦，怎么办？我这样是做对的吗？我好努力哦，我超不会分蛋黄的吗？对，我在骂什么？我超不会分蛋黄的、欸。我教你啊，教你啊，你就你说的不会分是怎样？是蛋黄会断，会那个吗？会那个掉是不是？哟，谢谢思思。啊，我的小起点怎么不见了？为什么小起点不见了？谢谢思思，思思，烘焙色色员来了，雪花随风飘，花鹿在奔跑，圣诞快乐，卡莉小精灵，谢谢思思，你看得到我吗？思思，谢谢，不用，不用，那个，我要那个，等一下，这好难用哦。人来了就好啊，干嘛还要带礼物？你知道学艾瑞克，哎呦，人来了就好了啊！谢谢，哎呦，不好意思啦，芝芝谢谢。想听 Google 姐的，想听 Google 姐的到干歌台。对啊，为什么我没有 Google 啊？开玩笑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没有那个 alert？